作为日韩两国的共同近邻，中方注意到近期日韩之间的互动和日韩关系出现的变化。日本军国主义、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曾给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造成深重灾难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我们一贯要求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，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问题，在此基础上同亚洲邻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。中日韩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，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，符合三方及地区共同利益。中方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，希望日韩关系能够朝着有利于地区和平、稳定与繁荣的方向发展。